这个牌子呢是在世界顶级是叫出，王浩源在2004年的时候呢就以1万零800的数量获得了吉尼斯纪录。那大的话呢，它的直径呢在20米左右。这个大小不一的恐龙蛋化石呢，也就反映出当时在王浩源这个土地上恐龙的种类也很多。 前肢连拇指已经也没有了，你看一下拇指没有了，就这样，是吧？一般来讲，这是我们从那个巨岛的地球形成世界40多亿年前慢慢玩起，慢慢玩起，大家玩的是怎么样？玩到最后玩就是最后，这里有个叫恐龙，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玩的可以学习不同时期恐龙从一开始地球生命开始到最后的从低等到高等动物的一个演变。